近日，余文乐和周柏豪所在的衡州工业篮球队在元朗衡州东头区游乐场举行三人篮球赛，余文乐和周柏豪各领一队展开较量。一脸汗水的余文乐透露，自己特意从内地返港，打完球还会再返回内地的片场，所以多少身体感到些许的疲惫。其实有点累，真的，因为昨天从北京飞回来，然后因为我昨天拍完戏直接飞回来，然后今天比赛，然后明天早上回去继续拍戏，所以而且加上今天10点多开始来，然后太阳太热烈，所以是有点赛到现在已经有点累。对，相对于余文乐的行程满满，周柏豪则轻松不少，闲暇之余还客串了一回主持人。其实今天就很早已经来到球场，然后就打球了，但是有一些的时候就是能够休息的时候，自己就拿起那个麦克风，然后就自己就当一些的 MC 一下，我觉得蛮好玩，因为平常也是当歌手一些台上面的演出比较多，但是在旁边的一些的讲话东西就没有太多的机会，所以今天很开心又有机会打球，还有就是做那个 MC。